攻打汉军，前往伐木场。好累哦。所以我现在就一直弄，是不是？说真的，我真的玩到一个极致，感觉。快回锅了啦，繁体中文的玩家。哦，我要怎么讲？黑格拉斯，哎，不对，我之前可以考吗？耶、yeah ！再来，啊哈啊，碎啦！再来，爱德华，耶、yeah ！啊，输了。一小秘密，慢慢没啥干。几点啊？天啦，还有什么可以讲啦？我没题材了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先把看有处置有什么东西，反正这样不行，你这样不及格，你太傻。我们钻石有奖了吗？啊？特权卡也讲一下。哎呦，月卡这么多、哦，我觉得月卡可以出出去、欸，可以哦，月卡可以出。唉，轻轻给我。还是我们要讲他的名字啊？天道酬勤。哎呀。他就不甘心呗、欸，不啦，可以讲的东西都很少。不是啊，那我这边不是已经首都了吗？哎，获取图纸是什么意思？应该会先讲这个啦，不过我要赶快生更多的题材啊！哇，这个游戏没东西讲了，哎呀，惨了惨了惨了！